中秋節快樂啊！今日就中秋節啦，平時就同啲客講中秋節快樂啦，但都要諗下點講。有冇一個工具又唔使俾你諗，又可以做一個精美嘅圖片，然後加啲俗語，咁就完成呢？其實就可以運用 AI， 最近就研究緊 AI， 咁我覺得有個網站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啱啱做出嚟嘅圖都全部都係用 AI 做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啱啲唔想諗嘢，又想做得有 quality 嘅懶人，咁我哋一起去學一下呢個軟件，都唔係軟件，一個網站，基本上佢係中文又有英文又有，好方便。最緊要佢唔需要註冊，免費任你用。如果你想深入研究，可以慢慢去開發嘅。我覺得 AI 呢樣嘢都係值得開發，我哋即刻去片開個新視窗去 Google 啦，或者其他視窗啦，咁用 MSTAI， 咁去 search 啦。咁我哋第一個就係呢個啦。之前我就做過啲嘢啦，咁其實歷史記錄，你睇我啱啱做出嚟嘅相，就關於中秋嘅，其實做出嚟效果幾好嘅，同埋佢可以用中文啦，然後呢度有日記啦，但係你都可以慢慢去錄咯，係有唔同嘅嘢。咁我最主要教大家簡單用啦，之後你哋點玩就隨便你哋啦。咁首先呢度有個叫魔法書嘅嘢，咁你 click 入去有個 subject 啦，有啲 character 啦，咁你照玩嘅啫。咁今日最主要教大家用中秋啦，中秋咁有好多嘢噶嘛，夫妻啦，然後就 character 咁梗係要滿月啦 ，environment 就喺山頂，咁呢啲唔用啦 ，quality 就。高啦，到呢度就藝術性，書本封面好唔好？咁基本上就係咁啦。個主題就打翻 Meet Atom Festival， 咁就佢而家就喺度攞啦，撈緊你啲嘢，撈嘅速度唔算特別快嘅，咁講緊都要大概十秒左右。十秒左右就會見到張圖，當然你可以付費啦，佢可以登記，然後有其他嘢嘅，咁你其他嘢嗰啲就你自己玩啦、研究啦。出咗個圖同我預想中有少少出入，但係都 OK 嘅，呢張咪幾靚咯。同埋佢喺 mountain 嗰度，我真係唔知道個 mountain 喺邊。OK， 佢出嚟效果幾十派嘅，同我想象中唔係真。咁但係都唔緊要，我哋可以變改變。咁佢會喺原基礎嗰度做多四張圖出嚟，同埋你又可以睇下全站推薦而家整緊係啲咩咯，係啦，嚟整呢啲。其實佢整出嚟效果有啲真係幾靚嘅，逼真度又高。你睇呢啲，呢啲用手畫嘅話，你畫一日都冇差唔多咯。或者你去影相其實都幾複雜，但係用 AI 就撳幾粒掣咁就搞掂咗啦。哇！呢、這個哇真係好過分，應該俾我老婆知道。即係我哋唔好加人物啦，咁用一個小精靈啦，小精靈啦，然後又滿月啦 ，environment 都喺山頂啦，咁分辨率高啦，咁 artist 我就用菜合。就再撈多次，頭先嗰張太過特別啦，好吸睛，但係都唔係我想要嘅。咁我哋做翻啲正常嘅圖啦，你可以做夠做啊！我懷疑佢真係做出效果，我 O 咗嘴 ，OK， 再嚟多次啦，都嗰句。因為我 subject 嗰邊咧揀咗人物啦，所以佢 mini 就用人物去做咯。我應該 subject 揀翻啲月亮係啦。呢啲咁茶商只可以睇下啦，咁呢个就变成一个孤星图咯。咁多张图之中，我觉得就太 cute 啦。不过唔紧要，我哋可以加强下，就加强呢张啦。我几中意呢张嘅。咁佢会做一些类似嘅四张图俾你去睇啦。如果佢申请咗，就可以咁多高清图嚟嘅。咁佢你可以复制佢有啲网址啦，可以应用翻啦。咁呢度點樣加字呢樣嘢我唔係好識，如果你學到嘅話，咁可以話我知囉。咁呢度就四張圖啦，其實個女性變咗，其他冇乜變，個燈柱又變咗啦，個雪山又變咗啦，但係你係控制唔到嘅囉。然後呢度就揀 size 啦，咁我就唔要呢個 subject 啦。咁我最主要要一個滿月啦，要一個夜晚啦 ，Mid Autumn。Festival，
今次應該出嚟嘅效果會好少少，我覺得又繼續撈啦。咁其他掣你得可以撳下 ，OK 嘅。啊、哦，又有一個女士，哇！理解唔到佢點解會出咗呢啲啦，係啦，你都唔好問我點解佢出咗呢啲啦。最簡單就抄呢、這個，咁我決定用最簡單嘅方法抄下人哋啲作品做。當你諗唔到有咩作品可以做，就抄人嘅作品去做，咁應該係最快嘅。我哋今日嘅目的係做一張我認為合理嘅青島俾人嘅中秋賀圖，所以呢兩隻手其實麻麻地，佢唔一隻手兩隻手，呢度有四隻手啊，四隻手啊，你睇普嚟普咯，四隻手呢、這個都 OK 啊，一隻手攞住電話，一隻手咁樣玩，哇呢、這個一隻手兩隻手六隻手，我覺得應該係呢張會好啲啲，幾靚。如果中秋梗係呢張啦，人哋有睇。啊！呢、這個好邪惡啊！呢、這個好似要瞓覺啊，但係好難理解。應該個主題應該打落去，唉，最簡單，乜都唔做，定打一個字。睇 AI 理唔理解到我自己想要嘅嘢啊？定佢會根據以前嗰啲 training 做出嚟嘅嘢，然後幫我加啲靚女落去咧？好 surprise 啊！太過分啦，我覺得。即是你要自己整呢就比较複雜啦，咁我决定自己整啦，唔得，我一定要整到 object 灯笼啦 ，moon 啦，终于有啲景色图啦，但好似嗰啲魔幻片咁，而家剪到啱先仲魔幻过我啊呢张，即是你做完之后自己唔满意，可以睇人哋做嗰啲，诶、睇到人哋嗰啲好靓，最简单的方法就。要咗佢咯，系你系为咗悭时间啫嘛，要咗佢直接攞佢啲图咁咪搞掂咯。咁之前嗰啲系错嘅，错误嘅，系啦，我哋忘记它。咁呢度就整咗几张图啦，我觉得佢哋都差唔多。我哋做呢张，咁佢会咁佢做出一个高清图啦，咁你就可以复制佢网址，然后喺个新嘅网页嗰度打开个网址，咁你就我个冲到好近啦。成个教程就讲完，然后我都开咗一个 YouTube channel 啦，最主要讲 AI 啦、blockchain 啦、cryptocurrency 啦，同埋 Web3 比较新啲、潮啲、科技啲，都系一个新嘅领域去尝试。希望大家幫幫手，可以在我隔離的頻道點個讚、訂閱支持一下。當然呢個頻道會繼續大家分享關於留意的資訊。咁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